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影像麦克，我是阿宇。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相机。佳能呢，正式的在国内发布了 Cinema EOS R5C， 配备了 8K 60P 的 RAW， 全幅超采 4K 60P， 有主动散热风扇支撑的连续稳定记录性能，照片、视频双菜单系统，以及佳能全像素双核自动对焦系统，为我们带来了一款兼顾优异画质和干活实用性的视频旗舰。如果用一句话来对 R5C 做个比喻，那似乎可以用超频的工作站改装的轿跑来形容。先聊聊超频 EOS R5C， 采用了 R5 的主要部件和基础设计，也就是核心的4500万像素的 CMOS 传感器， DJIK X 影像处理硬件不变，但在原来最高 8K 30P 的基础上实现了更高的帧率，如 CPU 超频一般提供了更强劲的影像处理性能，不仅有 8K 60P 的 RAW，还给 4K 60P 也提供了 8K 的超采画质，这都是 R5 所不具备的。当然，超频也是有代价的，这加倍的影像信息处理带来了额外的散热需求和功耗，核心硬件不动，但是外在周边必须改装一下来适应性能的提升。最明显的外在硬件改装来自 R5C 的液晶监视器背面的散热风扇，好比改装轿跑，增加双倍的排气，让 8K 60P 的 RAW 记录和 8K 60P 超采实现高质量的 4K 60P， 这两个功耗性能稳定运行。除了外在的周边，内在的软件也有改装。 R5C 在原有操作系统菜单界面的基础上增加并行的 Cinema EOS 菜单界面，老司机摄影师可以轻松地驾驭专业摄影操作界面，从照片转移过来的视频新手也有机会学习专业的操控方式。最为重要的是，拍照片、录视频的菜单可以彻底的互不干扰，两套系统都是久经验证和无数次迭代，符合行业习惯的稳定系统。所以在这番超频改装之后，我们认为 R5C 并不是简单的修补 R5 在视频方面的不足，而是基于相同的核心硬件开发出来的一套视频功能更加持久强劲的 Cinema EOS 摄影机。而且佳能不是第一次这么干，早在2012年佳能就发布了基于 ED 的 Cinema EOS 产品线产品 EDC， 为在照相机还是摄影机之间犹豫的摄影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 R5C 将 8K 帧率从 30P 提升到 60P， 这将 8K 高分辨率的影像可用性再次的提高。一方面， 50P 60P 是大部分 8K 行业标准的基准帧率，因为高分辨率的影像需要高帧率来获得综合的观感提升。另一方面， 60P 也为慢动作剪辑提供了冗余的空间。8K 60P 是 R5C 的最高帧率，也是 R5C 的影像核心框架，所有非裁切的 8K、4K、60P 及以下帧率
都是基于这个基础，或降低帧率，或超采生成低分辨率。这个和 R5C 需要选择 HQ 模式才能获得 8K 超采生成的 4K 30P 不同。至于 4K 120P 和 R5 一样， R5C 目前也是采取了减少采样的办法，降低数据处理的压力，分辨率略有降低。既然 8K 60P 的数据量 R5C 都能够处理，我们也期望后续有同样数据量的超采 4K 高帧率能够通过固件升级来得以实现。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R5C 的 DCI 8K 或者说 DCI 4K 模式读取的几乎是整个水平方向的传感器区域，也就是8192个像素，大概是 8.2K。 UHD 8K 和 4K 模式读取的是稍微裁切的水平方向传感器区域，也就是7680个像素，大约 7.7K。R5C 是一款能够干活用的实战 8K 摄影机，可以内录，支持 60P， 支持 RAW， 还能连续稳定。虽然 8K 并不是现在主流制作与传播的格式，但是 8K 超采出来的 4K 画质比 4K 点对点的画质还是能够呈现出足够的差异化。如果定价适当，那将对市场上呈现主流的型号产生足够的冲击，这是那些备受加价之苦用户的期待。R5C 在 R5 的基础上扩展了 RAW 的视频选项，同时支持三种质量的 Cinema RAW 格式，它们分别是 LT Light、 ST Standard 和 HQ High Quality， 全部都是12比特的色深，码流最高 2.6GB。 此外和 R5 一样，R5C 也支持 HDMI 输出10比特 8K 30P 的 RAW 数据，通过 Ninja V Plus 记录成 ProRes RAW 格式。和 R5 只能记录 8K RAW 不同的是， R5C 开放了更多分辨率的 RAW 格式，比如 S35 和 S16 规格的 RAW。 R5C 在全画幅模式下，标准 RAW ST 支持最高 30P， 不支持高质量 RAW HQ 模式。如果想要 60P 高帧率的 RAW ST， 可以选择 S35 画幅，而如果需要 60P 高帧率的最高质量 RAW HQ， 则只能选择 S16 裁切。RAW 格式质量和画幅之间呢，可以有选择，自己做一个平衡。还需要补充一点， R5 原有的20分钟 RAW 录制时长限制在 R5C 上也去掉了，这样的 RAW 工作流程剩下的限制就是你的 CFE B 型卡的存储和后期处理能力了，期待后期能够通过 USB-C 输出 RAW 数据的选项升级。除了 RAW 格式，佳能也彻底放开了压缩记录格式的限制，最高810兆码流的10比特422帧内帧间压缩广电级 4K 60P XF-AVC 格式，最高540兆码流基于 H.265 的 8K 30P HEVC MP4 格式，最高150兆码流基于 H.264 的 8比特 420 4K 60P MP4 格式。这三种格式的选择让我们彻底的从当年的 C200 的格式窘境中走了出来，可以说是目前行业里最丰富的内录格式选择。同时作为一台专业级别的 Cinema EOS 摄影机，双备份录制也是支持的，高质量格式和低码流代理同时记录，为现场 DIT 和后期流程提供了保证。R5C 一个可圈可点的新增性能是支持双原生 ISO， 也就是双基础 ISO， 是佳能 Cinema EOS 家族中第一个支持的型号。在佳能 LOG3 模式下，双原生 ISO 分别是800和3200，在 BT709 和 WideDR
PQ 和 HLG 模式下，双原生 ISO 分别是400和1600， R5C 双原生 ISO 的具体表现大家可以在我们以往的测试片中看到。我们的夜景测试部分素材采用的是 ISO 3200， 在城市环境中拍摄这档原生 ISO 完全是可用而且够用的，即便升级了 120P 吃掉快门速度，曝光也都是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与双原生 ISO 不同的技术是 C70 采用的双增益成像影像传感器技术，它通过同一时间采用两种不同增益读取每个光电二极管信号的方式，生成低噪点的高动态范围影像。可获得较高的动态范围是佳能的又一个影像传感器黑科技之一， DGO 双增益影像传感器侧重高动态范围，成本更高。动态范围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画质指标，目前还没有官方的参数。作为参考， R5 在升级佳能 LOG3 之后的动态范围提升至 13.3 档，采用了同样传感器的 R5C 直接支持佳能 LOG3， 动态范围应该差不了太多。C70 采用的是 DGO 影像传感器，并支持佳能 LOG2， 动态范围相当于15档加。R5 配备了与 R3 相同的支持数字音频传输的热靴，如果搭配专门的接口单元，则音频的接口数量和录制的质量都可以得到提升。R5C 配备10码接口，这是多机协同拍摄的利器，也是网飞认证摄影机的必要条件之一。双卡槽和 R5 一样，支持 CFE B 型存储卡和 UHF-2 兼容 SD 卡存储卡。Micro HDMI 接口比较不稳定，虽然随机配了一个线夹，但是这个线夹拆装需要点时间，不利于快速切换手持和稳定器。作为 Cinema EOS 的一员， R5C 支持波形图、3D LUT 导入等实用功能，再辅以前面的 Cinema EOS 菜单界面操作性拉满。R5C 为了降低散热而取消了机身防抖，支持裁切的数码防抖和通过镜头实现的光学防抖。防抖性能确实不如 R5 那么强大，需要持机姿势得当或者搭配稳定器，具体效果如何请看我们的测试片段。R5C 在照片模式下支持佳能最新的第二代全像素双核 CMOS AF， 但目前在视频模式下只支持第一代全像素双核 CMOS AF。 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动物和车辆的识别能力。根据我们的测试，在 60P 及以下的帧率， R5C 对焦跟焦的能力很强悍，人眼识别准确率高。
R5C 在 120p 高帧率模式下也能支持自动对焦，但不支持人体识别，跟焦成功率有所下降。R5C 需要在外置电源加持的情况下内录最高帧率 8K 60P RAW， 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外接一个9伏3安的快充充电宝来补电，在内录 8K 超采 4K 60P 时功耗也比较大，这对佳能电池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我们实测的时候感觉换电比较频繁，最后干脆一直外挂充电宝拍摄，没想到在解决散热问题之后供电成了新的课题，好在这并不难解决，用斯莫格兔笼加上充电宝夹即可。回想佳能欧美在发布 R5C 时的 Ready for Anything 的标语，再看看我们测试过的 R5C， 我们更能理解这个标语的意义。除了同时支持照片和视频， R5C 还通过不同的录制格式分别支持高端的 RAW 工作流、中端 XF-AVC 工作流以及入门级的8比特 MP4 工作流程，目标应用相当广泛。R5C 发布以后，佳能专业系统的 Cinema EOS 产品线的发展方向就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带主动散热的微单机身 R5C， 兼具专业操控和便携型的 C70， 以及面向纯视频用途的 C300 Mark 3、 C500 Mark 2， 这三个级别高中低入门都布局全了。EOS R5C 的国内售价是28,888元，预计3月上货。小伙伴们有考虑入手的吗？欢迎留言弹幕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好了，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喜欢，记得点赞、订阅、收藏、转发。更多影像产品资讯以及影像器材评测，欢迎全网搜索"影像麦克"。我是阿宇，我们下期再见，拜拜。